这些震惊的消息，针对蒙斯克的评论正在火热的进行。大帝今天早些时候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你对这些种族屠杀的指控有什么回应呢？利用外星生物。我向你保证，那些对军权的重伤都是没有根据且不负责任的毁谤。长官，您仍然会秉持着无私奉献且以人民为重的精神为基本原则吗？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追求的一向不是个人的权利，我拥有更大的理想，那就是全人类的福祉。那请问您如何解释这段话的内容？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不管是你、联邦、神族或是任何人，我将统治这个星区，我看着它在我面前化为灰烬。我不会容忍这种事情。你们这些走狗以为你们可以来这里质问我？采访已经结束了。我是很想看到他不安的样子，但自治联盟一定会跟以前一样编一个故事蒙骗过去。这一次不会。多年来蒙斯克一直利用媒体作为武器，现在我们将以牙还牙。一次广播带来的效果将大过100场战斗胜利。我想你是对的，这不就是我们当初发起革命的目的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可以现在就做点什么。以民为本呢，就像你常常说的。你知道的，麦特，总有一天将会是你来带领这群杂牌军。哦不，那可是你在这里的作用，长官。大家好，我是夜绿老民，欢迎星海争霸二自由之翼。我们上一集把蒙斯科的秘密公布出去啦，开心吧各位？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他不会因为这一场秘密这个东西就倒台的。好，蒙斯科没那么好啦，我们就来看一下新闻吧。这是凯特罗克维尔位于克哈的现场，街上出现了暴动。在看到稍早的事件所揭露的真相后，人民正在到处对政府的建筑纵火，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现在是什么状况？唐尼，你人呢？我有个弟弟在塔桑林斯，我有个弟弟在那儿。是的，谢谢唐尼。好的。蒙斯克大帝今天稍早发表了一篇演说，不幸的是 UNN 的卫星系统那时被锁住了，让我们重新播放其中的一部分。这根本是个假证据，自治联盟的敌人不计一切地想要破坏我的名声，我是不会被这些冷酷无情的造谣重伤给。大帝的声音被愤怒的民众盖过了，在那之后他撤回他的宫殿，拒绝与任何人交谈。雷诺突击队是否为幕后的黑手呢？他们是否对泰伦自治联盟做出了致命一击？本记者的看法，蒙斯克大帝的形象现在科好吧，其实就也没什么啦。对啊，来实验室。哦，没有问题，死亡哥应该很开心吧。我们来看一下吧。你看，我就说我可以做出比那些烂奥丁还要更好的东西。我喜欢，就是这样，兄弟，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还得处理一下机架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想着升级和改良型号的事情，你知道吗，牛仔？像那种声音大的东西都不便宜，但是绝对物有所值，你会看到的。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我会看看有什么是我们能买得起的。好了，我们开启了新的单位，雷神。你说雷神有比奥丁强吗？其实是没有啦，老实说，毕竟一打一的状况下，奥丁是可以把雷神秒掉的。不过算了啦，如果数量多起来的话，毕竟，哎，
算了。目前我们的钱都很多，不过都可以不用买，我们就回剑桥看一下泰克斯跟沃纳。所以你想要放弃这奢华的生活，当一个专业的播报员？哦，庸俗无聊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无法了解我所散发出的粗犷男性魅力，跟你一起冒险才是适合我的，老朋友，挺你到底。很高兴你也参与了这一切，你今天做得相当不错。泰克斯，我们在克哈星找到的那些机密文件根本就没什么特别，只是描述有关绕着卡斯塔纳轨道运行的老旧实验室。我想这有点不一样，档案指出他们正计划要终结在那工作过的所有人。那应该不是把他们炒鱿鱼。蒙斯克为什么要杀死整个研究团队？我不知道，但看来我们似乎该去调查一下。说的没错。好啦，这就是我们的隐藏任务啦，秘密任务卡斯塔纳。哦，这个任务我只玩过一次，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玩了四五遍我都没玩过，我前面都没玩过，我是在玩最后一遍的时候有才发现原来有秘密任务。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我们在科哈星上找到了机密文件，提到了自治联盟在卡斯塔纳的轨道平台上有一间最高机密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如果自治联盟正在准备一个大惊喜给我们，我想先知道状况。大惊喜，说得好啊，一探究竟。我们就开始吧。废话不用太多。这个最高机密的死亡实验室有什么内幕吗？这颗陨石是贝里利姆仓储企业注册的，但那一定是自治联盟生化实验室的掩护。只能这么希望了，费这么大劲儿只为了几吨的贝里利姆，那真的很呆。那些文件有没有提到自治联盟在这里搞什么花样？没有，长官，但是他们的确记载了这个设施的安全密码，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入侵他们的系统。听起来很有趣。好吧，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就看看吧。我们就看看吧，就像雷肉哥讲的，如果只是为了弄到那个东西，整个就是傻不隆咚。可是我相信各位也知道故事剧情是不会这样发生的，所以咱们就准备开始一趟剧情了。好了，注意雷诺哥不能死哦。这一集，长官，有一部分的设施好像有防扫描保护，我们的讯号将会受到干扰，在里面时请小心。哎，谨慎是我的小名。我以为那是尤金。安静，麦特。好了，兄弟们，保持警戒。尤金是啥呀？好了，我们来先调一下游戏速度。果然又是罪吗？好，我就开始。包在我身上。果然不出所料，这个门被封死了。没有什么是小小穿透炸药治不好的。突击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真是，听起来不错。突击队出动。把所有叛军烤成肉串。看来有个招待会正等着我们呢，副官，你看可不可以用那些炮台对付他们？进入系统，解除安全密码，已控制系统。不管怎样，我们拿到一半的火力了，应该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敌人。我这边就是你可以选择来进行，你看你是要烧闪，在烧左边还是烧右边？陆战队。火焰兵，右侧，我要烧他们。右侧是哪里啊？这里吧。什么？机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听起来不错。就这样，
包在我身。哦天哪，别杀我，我们要杀你。包在我身上。这些生物不像是我以前看过的虫族。麦特，可以扫描一下生物讯号吗？等等，那边的讯号有点弱。等一下，长官，我接收到虫族和神族的 DNA， 那些东西该不会被同化了吧？我不知道，不过我很好奇他们在自治联盟实验室里干些什么。去瞧瞧，我们把雷诺那家伙困在一号实验室里了。很好，放了那虫族。听起来不错。虫族，他们从围栏里冲出来了，摧毁他们，兄弟们，我们必须挡住他们。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稍微。决战时刻到，这只雷兽包在我身上。这是什么？各位应该也知道了吧？听起来不错。这就是一代的时候最后第二集所看到的东西。会员体包在我身上，等一下就知道了。各位，他们逃出来了，可到了。听起来不错，突击队出动。听起来不错，突击队出动。多用手雷弹，然后部队尽量是保持生存的状况下，因为如果要解这边的研究，挡住他们，别让他们进入实验室。如果要解这边的研究是需要点头脑的，需要点那个。看来在进去以前，我们有几个利用站台来削弱他们的选择。可以选择狂战士，这边都有写，看可你要选择什么都可以。好，然后我选择好雷兽 ，Go。听起来不错。一选择好后就可以。爆了！决战时刻到，包在我身上。好错了，不应该选雷兽。听起来不错，这看起来像是同样的生物不断的突变并被复制。麦特，你有任何额外资讯吗？斯特曼做了一些实验，长官。他说样本的去氧核糖核酸链已经被人工嫁接。绝对是有人蓄意这么做的。麦特，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炸上天，绝对不能让它继续留着。哦，我收到一个很强的能量讯号，就在你附近。这实验室的某处一定有个大型的核聚变反应炉。太棒，我们找到反应炉，摧毁它，立刻闪人。不错，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了，有什么安排？突击队出动，包在我身上。突击队出动，他们测试这些武器在这些样本上，他们究竟在这里搞什么鬼？听起来不错，又获得了新的武器。决战时刻到了，枪在哪里？没问题。喂喂，突击队出动。包在我身上。对不起哦，我只剩一个雷诺，你搞错啊。决战时刻到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包在我身上。请说，说来听听。机队出动，我们遇到麻烦了。那个货运区大到能让重型单位驻守。听起来不错。哦耶，工程坦克、维京战机。等等，那是啥？某种战斗机器人。看来我可以挑个武器升级，并且启动它。来吧。
其实用哪个我都觉得 OK 啦。好啦，我就武器多功能加农炮，看起来比较不错。干掉他，机器人撑不了多久的，赶快行动。都在我身上。我是说你可以选择把旁边的那个炸弹直接炸了。在我身吗？你说危险时刻到了，说来听听。包在我身上，机队出动，干掉！危险时刻到了，说来听听。突击队出动，哎、哦欸，应该不用了。听起来不错，来看一下。那至少为我们尽力了。嗯，真的。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这里需要一些增援部队，他们有某样庞然大物在隔壁房间，而且似乎不太友善。没问题，长官，我只剩下一架运输机可用，你需要些什么？在这边的话我们选择陆战队，因为医护兵是不错啦，可是下一支需要打是的，长官，打带跑。你的增援部队已到达，包在我身上。好，这边吃一下这个能量。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让雷诺哥补一下血。哦，因为就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啦，因为下一支有什么安排？我们的升级，我的升级是只有升陆战队嘛。然后第二就是这边这一只大怪头。哦，要打带跑，我、哦、这不好打，那他跑的速度超级快。请说、哦。我是说真的。听起来不错，干掉他！突击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听起来不错，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前辈，机队出动。在这之前，听起来不错，我要被埋在这儿了。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好，补一下血。包在我身上。哎，再逃不，该打完了。机队出动，听起来不错，说来听听。包在我身上。残暴虫，所以自治联盟也正在研究这些东西。这些可恶的家伙，这或许不是对抗一只巨型虫族怪兽的好时机。不过斯特曼还需要多一点残暴虫的样本来完成他的研究，由你决定吧。当然是释放他了。其实刚刚不应该把决战时刻到把他们打掉了。听起来不错。没有，他跑速超级快。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突击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突击队出动。如果让雷诺哥来扛伤害，其实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不过建议还是不要。不过怎么都用了，管他的，雷诺哥也会死，随便。包在我身，长官，你正在那个能量讯号的正上方，核聚变反应炉一定就在附近。决战时刻到。就是这鬼东西。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机队出动，干掉他！把这一只雷都打死。哦，不要打死了，那我可怜。突击队出动，被打那还要被打。听起来不错。机队出动，其实把他打死。包在我身上。因为我记得，等一下他会跑出来。最近还是把他打死。机队出动，听起来不错。包在
在我身上。我的部队已经剩下不多了，呵呵，被我这样乱搞。有什么安排？听起来不错。封锁立场正在减弱，神族虫族混元体正在恢复。紧急状况！紧急状况！围堵已遭突破，我们全部都会死掉。我的老天爷，我没看错吧？啊！混合中，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好，然后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个好笑的。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好吧，够了，我们要走了。听起来不错。长官，你得小心点。讯号正在扭曲，但是那个东西正在摧毁这里，没人知道你会碰到什么。刚好是我想听到的，谢谢大家的注意，紧跟着我，出发吧，突击队。突击队出动。突击队出动。来吧，女士们，我们得继续前进，把那团落石炸开。包在我身上。现在之前吃一下这个，决战时刻到，很好用。时空裂缝装置，一定是根据外星科技建造的。蒙斯克真的是在自取灭亡。机队出动，听起来不错。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长官，如果我的数据是正确的话，混元体是无敌的，千万不要尝试对抗它，尽管逃出那儿吧。哦，该死，这残骸撑不了多久，继续行动，冲冲！混元体开始行动了，对，出动，包在我身上。我要丢手榴弹，丢到那个。突击队出动，听起来不错。又一个战斗机器人，副官，让他去对付混元体，争取时间。突击队出动，包在我身上。行动吧，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包在我身上。等一下，决战时刻到了，这边跟敌他们机队跑，听起来不错。这个地方正在迅速瓦解，决战时刻到了。可恶，战斗机器人只撑了一会儿。身上，听起来不错。包在我身上，没神族一样的这样。决战时刻到了，突击队出动，听起来不错。机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哎，其实我刚发现一件事情，机队出动，就是神族样本。我要被埋在这儿了。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包在我身上，机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听起来不错，机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嘿嘿，看到没？决战时刻到了，只要有那个就可以了。机队出动，快跑，快跑，听起来不错，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机队出动。听起来不错，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了。包在我身上，他等下应该会超车，我记得他会超车。长官，混元体从扫描器上消失了，他好像不见了。消失什么意思？包在我身上，听起来不错。包在我身上，不错，决战时刻到了。机队出动。决战时刻到了，哦，他然后冲出啊！哦，天杀的，到了！突击队出动，包在我身上。控好，控好，没关系，雷诺哥先走。快去运输机那里！运输机，我想我们找到办法离开了。包在我身上，决战时刻到了。嘿嘿，真棒！回头去捡东西都还可以完成。是时候离开了，起飞。麦特，听得到我吧？我正开着某艘联盟好心提供的大型运输机回来，别把我们射下来。
好啦，我们这一集结束啦。然后这边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收集的，那个收集有两个地方我没去打啦，对吧、啊？有一个是在淘宝，哎、欸，那两个地方都在淘宝的时候可以拿。我刚刚都没去拿，我刚直接跳过，对啊。然后因为然后研发部分就都开了啦，都拿到了，毕竟刚刚还回头去拿。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吧，就谢谢大家观看，我们就下集见呗，拜拜。